我爸一大早晨6点多上俺家给我送了点韭菜，然后拿到店里面，今天准备包一个素三鲜馅的饺子，还有家里面拿的虾仁。我给刘一平打了个电话，他说今天他得忙，不知道能不能过来，过不过来就这么地，看他有没有口福。反正我今天是铁定要做了。这个大虾比较吸引人呢，嗯，朋友送的虾仁可大了。你光寻思刘一平啊，我姐夫中午呢，他来他就吃呗，这也够吃。今天上外地不知道能不能赶回来，啊，赶过来就吃，赶不过来就没口福了。也就中午能做点这些吃的，就包个饺子，有点时间。晚上回家就来不及一般的。打4个鸡蛋得了。全准备完毕了，我准备去买点饺子皮儿。刚刚接到了一个晴天霹雳啊，大橙子马上到位了。那有啥晴天霹雳的呀？过来让他包。嗯呢。老板去买饺子皮儿去，你来早了。又回来等着包饺子吧啊。别再早了吧。嗯。那我先走了。不行，包饺子马上回来了。这位也来了，我姐买饺子皮儿去了。你俩要不来一个都不来，要来俩一块来，这家伙的啊，他来就干活，来就给干活。我来干正事儿了。啥正事儿？包饺子呀。包饺子算正事儿啊？包饺子算正事儿。像你这没事儿的就吃饺子。你看我干啥呢？吃饺子。一会儿不吃呗。一会儿啊。一会儿说一会儿吃的事儿。过来买饺子皮儿，结果又买了一堆菜。快点的吧，人手已到位啊。不是，我想说的就是你们两个蹭饭还是很有效率，才11点。啊？你起来就没眼力见的，我发料。那不你电话来了不得到位吗？这次我小妹买的豆油，我妈说了，就是拌韭菜馅饺子，先把韭菜搁油泡了。那有点烫吗？晚了吗？先。起来马后炮。每次哈，我一拌馅儿，我一整啥的，你得先这些。你做饭多少年了？啊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就30来年，我从小就会做。你能不能不吹？我说做这个馅儿开始。忘了，我们吃饺子一般都是我妈做，我真的很少做。鸡蛋，高配版的，来虾仁儿。这虾米就行了，下回啊，来人的话，少来点油吧。你怕我让你买豆油啊？不是啊，吃太油了对肠胃不好。你老这是这么说。等会儿、嗯。那你说为什么你减肥你就瘦不下来？你永远跟我差个6-7斤，为啥？我吃得好。你这油多。所以啊，我连减都不减。他吃得更好。你们俩负责包，我打包啊。来过来。姐夫，你好好把地拖干净。不完了，垃圾袋。这皮儿也不老熟。哎呀，就是我就不会包韭菜鸡蛋馅儿的，真的，一包肯定漏我。馅儿大呀大，馅儿不大漏我。技术不行，管你包吧，你技术行。完了，第一个就漏了。肉馅好包，完了我还不爱吃肉馅儿，完这下包。虾仁。嗯。虾呀。咱兄弟拿的那个虾仁。那得找我兄弟。哎呦我去！你找我吧，人家上班呢。上班中午才能出来，你去找他吃饭，他干啥的？真的。我再说我兄弟给面。地方，看完视频了，别跟他处了啊！他埋汰你。我说我兄弟给面，我啥都埋汰。你说一早吃饭就来了。你整的好，你兄弟就为饭来的。没听着我说那话，我兄弟给面了。谁到了？你真能挑拨是非。我不想跟你唠嗑，唠就说我身上了。
这哥俩不靠谱，小明。俺家卫生间说改，说周二改，好几个周二了。我最近不一直在出门吗？周二见。写纸上了。就是俺家卫生间，重新整一下，干湿分离。对啊。你们的米肠在路上啊，给你们打包呢。这是谁包的？我包的吧。两盘子饺子包完了，剩了这点馅儿。这馅再打大点就不能剩了。嗯，对。谁打的少啊？当然是我。盖锅煮馅儿，开锅煮皮儿是吧？盖盖煮馅儿。不上。我从来不盖，我怕鱼锅。也出锅了，总的来说应该是没漏，里面这个叶子应该是包到皮儿上面的，露露这糖啊，老有层次了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好，开饭。主人没上桌，你俩这客人上桌，是有点。唠嗑也没吃饭，你就简单唠嗑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拿筷子还没动。我带筷子都没拿，就纯唠嗑了。这不等你呢吗？我就不上桌了，今天，我看俩能不能吃上。哎呀妈呀，咱们买的菜都没敢，咱们吃太饿。嗯呐，对，咱们吃的就馋的，吓人的，老香，累死我了。快来，来。这个饺子没有我的参与，我一直在打包。你不干活了吗？挺好。你没参与挺好，要不露馅了，小妹。一人一盘。上次好像也包了这些饺子。上回，嗯，我想起个事儿，俺家还有个这盘子。嗯，好吃。嗯，真香。我就挑我包饺子，知道为啥吗？因为我包饺子最少放两个馅儿。我看刘平包饺子有的馅儿都不放，你往里一放。有的有，有的没有。嗯，对呀、啊。太有心机了，姐夫。哎，怎么唠嗑了呢？不是心机吗？这常识。你没点常识啊？包子不知道往里搁虾仁啊？哥，我也搁了，就后边的没搁，后面没有了。对呀。我说哪逗我？哎，我这个就没有，那就是我包的。这绝对有虾仁那个，那绝对有，真的。这绝对有，这谁包的？没有贴儿，没有馅，没有饼儿，没有虾仁。这样的饺子是我包的，虽然有点丑，但是我捏了两下。小麦，这种是我包的，分不清。看大虾仁，看大虾仁。刘婷，这么捏的，就是你看这样的都流行包，这丑吗？对，嗯，一丑就丑分啊。吃顿饭别那么心急啊，有没有都无所谓，吃吧，这还得给你们累够呛呢。上次给吃。